不一样的表演，除了传统的民谣的，还有刚刚看到的电音的，然后我会带很多部落的弟弟妹妹来跟我一起表演，然后我们继续加油。今天有带一点小礼物了，第二专辑的海报，就刚刚那个很帅的有没有？我妈妈做项链的那个，有要吗？要。啊，那么多的，我们要带很多呢，硬很贵耶。那不然最后一首歌好不好？好啊，如果你们还有可以的话，帮我去网上多帮我多多加油，或者是帮我转贴这样，转贴应该不用钱吧？那请给著名青年一次机会，麻烦大家了。最后一首歌叫在我的第一张专辑里面，用母语用阿美族语讲《嘎萨萨的努米达》，我们的约定。也献给今天来听我分享的各位朋友们，谢谢你们带这首歌，我们的约定。Thank you.